哎，你脑子是不是有问题啊？神经病！ 我们是第一次见，没事，你也见循环了是不是？你刚不是觉得见过我吗？指尖就是在这儿，我醒来以后你给我纸巾，你还记得吗？ 不好意思啊，我到站了。
下车，没到站，不能停车。不是，前面也没什么车，也没什么人，你就帮我站一脚呗。哎，哥们儿，你是不是睡过站了呀？这不可能给你停，你就到站再下吧，然后往回再坐一站就耽误点时间。这下一站都过桥了，我来不及了，是不是你就站一脚？我之前试过了，没有用的。你记不记得我之前说过？你别跟我说话了。我之前把你当色狼，然后让你开车开走。师傅，哎，你别摇那门，你开门行不行？听我说呀。 反正都已经红灯了，你开下门行不行？这什么事啊？你看已经红灯了，这反正停车，你帮我开下门呗。你别抢方向盘呢！什么了？啊？怎么回事啊？干什么呢？疯了？抢方向盘？要害死我们啊！碰着茬子了吧？哥们儿，伸手自握呀，练过摔跤吗？没有，可是师傅一教练。不是一教练，蹦极教练。哎呦！你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为什么抢方向盘啊？我下车。你要下车抢什么方向盘？ 我下车抢什么方向盘呢？这车有问题，我看你有问题。放开我，要爆炸了！你要爆炸，来，你炸一下我看看。你炸一下我看看。这回你信我了吧？ 车窗都破了，还管什么规定啊？你怎么这么敬业？车窗就你砸破的，那安全区是紧急情况才能用啊。现在就是紧急情况，才能用啊。什么紧急情况啊？哎，师傅，把那停车了，你就放我下去呗。停什么车啊？你看不见这是十字路口啊？为什么这样都下不了车呀？ 冷静下来了吗？其实你可以暗示自己，这只是心理上的疼痛，它不会伤害到你的，不是真的。你可能不相信，我从来就没这么冲动过。我相信。
这个循环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我们是不是被催眠了，还是怎么？我倒是希望被催眠，我也不知道我们怎么遇到这种怪事。那也就是下车了也没用，还是会回来。现在看是这样，我也不知道后边还会发生什么。 我是这么想的，我们之前的思路不是一直是想下车吗？我们觉得下车就可以解决问题，但是刚刚我们也发现强行下车真的太难了，而且就算是下车了也没有用。这点我们已经证实过了，对吧？那如果反过来想，我们是不是就不用下车了？你看啊，我们每次到前面那个十字路口的时候，过了红灯。 就会有一辆外卖车从这边强行的过来，然后呢，我们为了躲它，就会往这边转，就会撞上那边的油罐车，然后两个车相撞，就会爆炸。所以我在想，如果我们可以避免车祸的话，是不是就可以避免爆炸？有道理。 心脏疼，我身体不舒服。要紧吗？我刚就喘不过来气儿，然后那个，要不您，您开快点。开快点也行。你说吧。四下去就好了啊！来来来来，给。小伙子，啊，你坐那里干什么？过来过来，你要照看他一下的。哎，啊，你坐着照顾他一下啊。 我告诉你啊，心脏可不是个小问题，要重视起来的啊！下了车一定要带他去医院看一看啊，好好检查检查。谢谢。我一紧张我就给忘了。这还能忘？这怎么办呢？这老伯伯一来，我们又遇到红灯了，这不跟上次一样了。哎，咱们只要提醒司机注意车辆，不就可以避免车祸了吗？师傅，您起步别急啊，这边车还挺多的。 有点危险。嘿，你还叫人司机怎么开呢？人司机开车技术好着呢。再说了，这公交车365天天走这条道，有坑有个包的，司机都清楚着呢。这司机技术咔咔的。师傅，稍等一下，再多等几秒，拜托了。哎，师傅，车。 可以啊，未卜先知。到这儿应该没什么事了吧？这车速这么慢，前后也没什么车，没有下车，没有车祸，也没有爆炸，循环解除了。应该是吧？那我们马上就可以过桥了。 幸亏有你，你要是我一个人，肯定不行。怎么了？这医院。 我想起来了，我全都想起来了。那个铃声，只有第一次和第二次的时候听到了，之后每一次我为了下车都干扰了司机，然后就发生了车祸，然后就再也没有听到过了。
那枪，零声响，也会爆炸。车上有炸弹！思兰，这人耍流氓！喂，把他交给警察！我要没事，我就陪你去了。别害怕。你好，叫临时110。我要报警，45路公交车上有炸弹，他们现在马上要开上跨江大桥了。车牌号是多少？车牌号，加177651。加177651，你们得赶紧拦车，车上还有其他乘客。你现在在车上吗？我刚下车，但是车上还有乘客，炸弹还在车上。能说一下具体情况吗？车上有多少人？就大概有7-8个吧，但是我具体的我也说不清楚，你们得赶紧拦车，来不及了。请告诉我你的姓名和联系方式。我叫李世晴，联系方式就是这个手机号。哪几个字？木子李，诗歌的诗，感情的情。你现在在什么地方？我在清水巷，就是马上要到大桥那个位置。你知道炸弹在车上的哪个位置吗？我也不知道，你别再问了，真的来不及了。文杰，继续联系报案人。说能来得及吗？不知道啊，咱们也没别的办法。哦，对了，我那次在医院的时候，警察来问我话，他们说是1:42爆炸的。那这次我用了相同的理由。都影响了车速的话，那这次车也会在1:42。不对，我刚报警的时候说的是车上有炸弹，但是如果我们影响了车速，那车不会因为炸弹而爆炸，只会因为在前面十字路口和油罐车相撞而爆炸。只要是发生爆炸，警方迟早会发现车上有炸弹，除非这个炸弹在桥上。你那一次下车不是没在现场吗？怎么也去医院了？我没走远，我就在那儿。爆炸的时候吓到了一辆摩托车，摩托车把我给撞倒了。这儿也能感觉到爆炸？前每一次循环都会爆炸吗？你又是怎么进入循环的？其实前几次吧，我根本就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就结束了。后来呢，我就尝试告诉所有人这个车要出事儿，可是没有一个人相信我，就连司机也不愿意半路把我放下去。只有那次我是跟你一块儿才下得了车的。之后我就进了医院，然后警察就一直询问我，我是太累了，然后迷迷糊糊就睡过去了。再然后的事儿你就都知道了。那警察为什么会找你啊？因为我们下车那地方有监控，警察看见了。那这，反正我们也报警了，迟早会被叫去问话。你手机还关着吗？要不还是先关机吧。我们得先研究一下。这边。我在医院的时候，就看见这些鸟了。
这鸟怎么了？我感觉他们好像在绕着我们飞。你说有没有可能，其实我们已经死了？我听过这样一个说法，如果一个人是枉死的话，那他的灵魂就会永远的困在死的那个地方，然后不停地循环死的那天发生的事儿，就像我们现在这样，被困在公交车上，然后一次又一次地死掉。但咱们好像还不太一样。你想，咱们可以经历之前没有发生过的事情，而且你有没有听过这么一种说法，就是冤魂找到替死鬼之后就可以脱离循环。你已经找着了？我不是，不是。我不是想让你当我替死鬼，我不是，我拉你下车，我想的就是我能拉下一个是一个，我是真的想要救你。对不起，我也没有想到会这样。哎，等一下，你这么多次循环，只拉我一个人下过车吗？为什么是我？大概是因为我试了这么多次，但是。只有你是站在我的角度想帮我吧。哎呀，好人有好报，如实说呀。跟他们讲，我们经历了循环，他们不可能相信的。那我们还能怎么解释啊？反正炸弹不是我们引爆的，我们也没有作案动机。警方如果不采信我们说的话，顶多会觉得我们是胡言乱语，再严重一点就把我们当嫌疑人对待一阵。警方办案是要讲究证据的，没有证据只能放我们走啊。我们自己胡编一个理由，万一出现什么破绽，那只会加大对我们的怀疑。Heart beat.